当我走进南机场的地下室时，看见了用木头制作的家具，让我觉得很有趣，好像有什么秘密藏在里面。因为家具造型都很特别，而创作了这幅作品，所以我先把最亮的照片和工作中的人放在最前面，再把我拍的奇幻木质空间放在最后面，表现出一个神秘的感觉。再把门放在中间，让人觉得好像有什么秘密藏在里面一样。